你看倒的垃圾，这是请了一部分了，看看咱这椰子能留的咱都留着，能卖的都卖回来。你看这椰子都泡烂了，能要都要，能省点都省点。正好今天出太阳，昨天刚下完雨，这两天一直阴天下雨，天还不好。今天想给弟弟做康复，水是下不了了。天冷不行了，不好铲，把咱摄像头都快要遮住了，还没遮住，现在得拿斧头之类的好砍。看怎么样？还有啊？有点拉稀了。他拉有两三天了。给他用量，给他吃球虫药还是没用。对，那明天看上医院的话，都直接给他带了吧。上医院把他一块儿去，让他上那查查。不行了，打针也没上那了。是的。给你输点液。输点液的。能好的快一点。行。这样的话，咱光给他吃这个。他没对，这没效果。你别的像露娜他们吃都有用。是的。但他还是一个劲拉些便，一点好转都没有，闹好成型是吧？他哪能变也行呀？成型。带着吧，他不像露娜那些，他死完了之后直接拉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软。有性。啊，对啊。这个没有性，还是拉些便。少了。成型，没那些的了。是软的，它不是不成型的，你知道。球虫反正还是以球虫为主，先给治。对，成了多少了？26一管了。一管了。公斤。金毛今天还先给它吃。啊，今天金毛吃个20，吃个2毫升吧，给多吃点。行吗？你要啥子？你这都是啥？你都跟了俺们哥哥？你这几个除了羊驼拉稀，公猪恁都不拉稀，恁都没有这个情况。咱不吃哈。羊驼也给吃个2毫升子，它要是1.6似的，我觉得有点少，少，它也有个40斤左右，38、9斤，1.9、2.0都行。都不愿意吃啊，棉花糖特别抗拒。好，好，咽了，咽了，咽了，哎，好，好了，露娜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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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话，宝宝，你不带呢。我不会玩了哈，小金毛，快点，张局，蒋德福来了，蒋德福搁这了，听见吗？蒋德福，蒋德福已经开始潜逃了，你跑，我这还躺着等玩呢，你跑，蒋德福，你跑，俺们哥哥追，你插翅难飞，这喂个鱼真是的那个，你快吃，快吃，快吃啊，张局，你去德福到局，他不往外拖，好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。好了，摸头，好了，玩吧，哥俩，哥俩，哥俩，因为咱这个怎么说呀？他有的狗狗他吃，有的狗狗不吃，你没办法呢，给他确定多少量，多少量，只能说咱就是每次的量很少，粮食很多，然后就是，然后这些拌着粮食里边放一些罐头，放一些肉骨、母牛骨粉之类的，保证他们都吃。换手了，泡泡了吗？哎呦，我给弄吧，要不然管它。你不管那个。一点。长那个，咱这有碘伏，赶紧先喷喷。慢慢的啊，慢慢开。这是想了给他们吃鱼，想尽了千方万计。
毛茸茸的，可好看了。好看了。嗯，你看毛茸茸的，还有炸毛，它还不是很厚的那种毛，跟发圈似的呢。金毛，快来了，金毛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这个人他都跑了，真好看。哎，都摆动了咋还？哦，冰雪儿都干了。嗯，它是裂耳的原因吗？嗯，是的，一般大了耳朵的那种，就是都会有耳螨。它耳朵可干净了。痒，它整点见缝。对吧？小宝宝，哎，小宝宝真好看。走，这隔离期结束了，能出来玩。洗澡今天是洗不了了，今天温度不是很高，32度。你看，嗯，凉快。这下秋天下完雨，一场秋雨一场汗。是的，他不管。你看这腿蹦得多直。嗯，那个他还得那个，他还得做游泳，但是这个天儿，这两天不行。他不愿意动，长时间的就是萎缩了都。对，阿婆，你那给他站累起来，让他站，让他后两个脚站这儿。对，他那个小汤圆，小汤圆，俺是一个小汤圆。他激动回了。小汤圆出来可开心了，又放回来了。我说，汤圆长得真好看。嗯，他长得好看。嗯，想想就干了，真的。还是想想的来给你。那洗完澡这不是必须的，给他弄好吃的了。这都是里边的小家伙都给，哎，人都喂完吃完药了，再给你弄的。少不了你呢，小眼神就离不开你手，你端的这个盆。先吃饱了，喝一喝酒，慢慢的就熟悉环境了。嗯，那隔离完，到时候隔离完了，就能那啥，接触小人狗狗了，慢慢的就好了。